喂兄弟，嗱，如果我话而家呢一度喺边度嚟，大家一定估到啊！但系今日咩日子咧？你睇见啲人咧古灵精怪，系鬼咁马路，一定知道系万圣节啦。嗱，因为南韩啊发生嗰啲事，咁亦都喺兰桂坊咧十几廿年前发生咗啲事。咁今日咧，我哋离远吓，离远啊，我执部顶帽吓，兄弟。我執個頂黑色嘅帽啊，唔係綠色啊。咁我就行去前面嚇，望一望嚇，離遠望一望，睇下今日係咩氣氛啊？嗱，因為今日咧咁特別嘅日子咧，我拖咗十條女嚟啊，全部企喺我後面，就好似麻英捉雞仔咁啦，即係我要保護啲女嚇。保护一众，咦？冇行嗰边，唔紧要，我哋行呢度。你估下上面有冇嘢食啦？我肯定冇嘢食噶啦，即系所有餐厅咧，我估都系满座。咁或者离远睇睇咯。今日好熱鬧啊，水泄不通。嗱，我見到有個咩喎，白雪公主喎，有幾個白雪公主喺嗰邊喎。嗱，超人都出埋嚟啊！有鬼婆啊！喂，其实头先咧，我哋喺地铁站咧，都已经见到有啲麦当劳叔叔喺度，即系打扮到成个麦当劳叔叔咁，但系佢系离开地铁站，即系佢系离开中环。嗱，上面见到啦，嗱，入口啊，呢度系入口啊。即系我喺度影张相先，兄弟。我影唔到咩喎？我举埋啲嘢。我影完相就继续上，上一阵啦吓，上行上少少。哦，原来呢度有义工团。嗱，開始已經有人踩人嘅現象啦。喂，呢個真係俾我見到人踩人嘅現象，但我就閃開一邊先。好大阵仗啊！呢度啊，好夸张啊！
嗱，无线啊，嗱，我哋采访无线啊，我哋采访无线嘅新闻报道员啊。跟住佢哋行，你跟住我哋。嗱，呢度有人，影相啊，白雪公主啊，扮白雪公主啊。哇！食完嘢之後，呢度更加熱鬧啊，兄弟！哇，好多女啊！因為單向人流的關係，我現在只能夠向前行了。各位兄弟，夾到幾多女就這個時候犀利啊！请大家继续向前行，我云行街方向离开，唔好喺度停留啦。多谢合作。咦，呢度好似系咪可以停留一阵？呢度系咪可以停留一阵啊？雖然是那短短的幾分鐘，但都感受到我都企在一邊，我都已經買一份，即是它單向咯，即是一路是這樣不讓你停，即是不要玩咯。哦，即是来到这一部分已经玩完，虽然短短了几分钟，但是都开心过了， happy 过。喂，兄弟，你平时搞嘢都是几分钟的嘛，是不是？屌你啊，未加行几分钟就玩完。
行都勁甩泥啊！屌！喂，好啦，兄弟，嗱，讲到呢度啦，咁啊，同大家搏命完吓，喺度系咁及女。咁因为咧单向嘅关系啦，所以只能够见到啲女嘅背面，咁啊，绝少见到啲女嘅前面啊，咁啊，少少遗憾啦。咁啊，带住呢个少少嘅遗憾咧，就结束呢一段片啦吓。咁好啦，万圣节快乐咯，兄弟。兄弟，今日我買咗嚇呢個嘢，同埋呢個嘢，咁咧想我而家想睇睇究竟裏邊係真定假，因為這個呢個咧出邊賣緊大概1300多至1400左右，等但係頭先咧我只係付出988，即係1000都唔使，咁我好擔心咧呢一個嘢咧，唔知係咪真係我少少擔心啊，唔知係咪原廠正貨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趁呢個機會咧，開一開箱。喺一個咁隆重嘅環境、咁浪漫嘅氣氛底下咧，我想開一開箱。咁順便咧，就開埋呢一個。咁因為咧，呢一個咧雖然出咗年齡左右啦，咁但係我上一次咧就買錯咗一個電視盒啊。我自己覺得我買錯咗啦，因為上一次個電視盒咧係安博第九代，但係我就唔係好識用啦，麻麻地啦。咁我覺得咁可能佢裏邊啲 app 夾唔到我。我想睇下裏面有啲乜嘢包住內容啊，或者配件啊嗰啲咁樣，都想望一望。雖然唔係即刻可以開到箱，插住個電視，但係都想望一望睇一睇。因為咧佢依個有個貼紙啊，佢呢度有個貼紙咧，咁所以咧我唔能夠成個芒書嗰個點個芒書紙啊，我唔能夠成個拆開曬佢，我只能夠咧係解開少少，咁啊盡量保持翻嗰個保養嗰個貼紙啊。但佢呢度餐廳有把刀俾我，幾好。我盡量小心啲開。啊，睇嚟係真㗎，睇嚟係原廠行貨。我買呢個咧係1TB 嘅，1TB 嘅容量。咁就跟咗條 Type C 嘅 USB， OK， 咁呢個開箱咗，咁啊應該感覺上應該係堅嘅嚇，應該係真嘅。咁啊，我自己翻到去再插著佢試一試。咁同一時間咧，我都會開箱埋呢個電視盒。因为佢里面咧有啲唔知系咪说明书啊，定系保养书啊，记唔记得？另外呢、這个咁啊，顺便插埋佢。呢、這个 EV Pack 嘅电视盒咧，其实都出咗超过一年，咁啊。希望不會咁快玩完啦，因為呢啲電視盒咧，其實都係一兩年貨仔。咁我係用消費券買嘅，咁啊多謝波叔先啦。似係新噶啦。都唔係好重啊，輕飄飄咁啊，一隻手掌咁大。
嗱，首先咧，佢除咗俾單我哋之外咧，佢仲俾咗個遙控保護套我哋。咁我都好奇怪，點解有個遙控保護套咧？其他牌子都冇遙控保護套。呢度寫住係一致電腦，咁係咪佢嘅廣告咧？佢點解要俾個保護套我哋咧？點解要咁安全？咦，幾型喎，幾得意喎，我幾鍾意喎。咁呢個掹咗個貼紙，咁然之後再連返喺度，咁呢度呢就會有個嗰啲魔術貼，咁就方便你換電囉，方便你換電。哦，幾鍾意呢個一致電腦嘅設計呀，果然係一致電腦，幾靚喎。好似啲公公婆婆呢啲阿伯呢，搵啲胶袋入住啲遥控咁样，个个都係咁。好，睇下仲有啲咩先。呢、這个哦，呢、這个係个香港嘅电源插头。咁点解佢要跟一个呢啲呢？哦，咁奇怪哦，佢配合唔同嘅区域嗰个电源。两脚咪加拿大囉。但兩腳斜斜地嘅呢個咪英國咯，呢個電源啦，咁就係另外呢個就係 HDMI， 即係駁電視嗰條咯，咁就冇咯，係呢啲咯，咁就 OK 啦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咯。好啦，智能電視盒我又開完，嘿嘿。